天趁现在快十点了，趁这边一个小时的空档，还是跑了过来。没什么人，今天人好像比较少。我今天没有带脚架，在低处那里。好好好。看，来就看到他站在这边，本来是从这边走。这里，它看起来不太会飞啊，说明是小猫。好像低语，不太会想飞吧？一直爬上去。应该会想飞吧，这是小宝飞到左边去了。羽毛掉下来吧，第一只物件。哦，它用翅膀护着食物，不让另外一只吃呢。有没有？大宝想要独食啊。
我们来找一下成鸟。我记得它来自山壁哦，在这。飞过来了。出去了。现在应该是大宝站在这里，他吃饱了吗？哦，在吃东西呀。11点我要收工回家了，看起来好像有点想飞嘛，算我要收工回家了。今天来的中头拍到两个画面，飞回来，飞出去没拍好，还有那个大宝飞到左边去，自然极东跟他飞。